挂在哪？你一般壁挂在哪里呢？平时？也不一定，就是自己选。自己选。像去年以后，我走了一趟鸡足山。鸡足山。鸡足山去待了一个月的时间。鸡足山蛮好的，鸡足山那边它有些特殊的云南大理那边。我觉得鸡足山那边很适合长时间，长久一点，三个月以上的，或者49天、21天这样的闭关。就像这些海岛上的话，短期体验可以是7天啊，3天你可以在这去，但要只闭的时间长，就去那边，去中南啊，鸡足山这边好一点。地气还是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，毕竟我们生理没转化了。特殊。以前我闭关是四大佛教圣地，就是阿弥陀佛、五台、九华，就选这些地方。就是笼子去闭，但现在那边都成了，因为我20多年前嘛，现在那边都成了旅游景点了。这个吵的就是很多吵，就不比以前乱了一点，好像。中南山也别好一些啊。中南山好一点，有很多毛坡。中南山现在也就是。看吧，因为他这个也是不是以前达摩祖师来的时候，他的师傅说啊，正旦中国有大乘气象，其实中国是大乘跟就是说就是开花结果的地方，大乘佛。那中国他但是走到今天为止的，还是有些地方有些山头啊，或者他有大乘气象，有些小乘气象，有些就是你还是要观察一下的，因为众生还是着相的嘛，刚开始他还有分别的时候，有些地方对他还是有帮助的。我这次不是想也是在考察嘛，结果转了想在大理这边做一些官方，像长白山这边做一些，珠海做，就是分成几个地点做官做闭关这些，也是为了适合不同的人求证。不然就坐在一个地方好管理，但还是觉得分开有些地方有特别的，对有些人帮助蛮大的。还要自己做官房，就是将来自己做呢，你布的场不一样，就是建筑场还有里边给他布的课程什么，大家还是生活不差很多。我不需要就到时候先到这里来吧，这里来我先住上。需要欢迎你过来，三叔有时间都可以。其他的地方今年基本上没有。我都觉得这地方还是很好。珠海还，我觉得珠海比深圳悠闲。是。深圳太紧张了，深圳的，我反正发现深圳的年轻人或者什么就过来都是，都是人才过来了，都是就是竞争完了出来的，就是累的，都是在那儿好像前线，深圳是前线。珠海是后方这种感觉，就是就上战场回来的，就是都很累。在深圳拼搏完，我发现他那种意识层面还有心都是疲惫不堪的，那说明那个地方竞争啊压力要大很多，自觉的。不管做哪一行的都是这样，在深圳待一段时间回来就觉得，就是各方面就身心疲累。是的。对，广州还好一点点，广州看行业。深圳是哪一行都是这样，前线的是。广州这两年也是折腾的。就欢迎大家回后方疗养。真的是深圳是前线打仗的地方。Thank you.